镇定，镇定，神医，记住，你现在是男子，是个男子。爷爷，我和大家约好吃登高，你快去准备，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。好啊，杨子安，今日重阳，你若是无事，不如同我们一起去登高啊。我知道你一向喜欢独来独往，但是偶尔和朋友一起出去开心一下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啊，你们都在啊。记住，好好好。不必拘礼，杨学子有个人要见你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好的。那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嗯，我们会好好玩的。哎，爹爹，他不去更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心远和独孤他们都已经等我们很久了。走吧，爷爷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子安到了。子安，子安不必行大礼。如往常便是。是。前几日你提出方间极易案是国之良策，大于未来有你这样的栋梁之才，朕心甚慰啊。陛下过誉了。适逢重阳，朕特意带了些重阳糕给你。谢陛下。不知陛下此次微服前来所为何事？朕此次前来是想了解你这里的进展。朕身边耳目众多，可信之人甚少，只有借着赏赐你的名义来这上医馆。只是这里还未有线索，尚无进展，子安会继续调查，不负陛下重托。无妨，重阳佳节，朕也许久未与你对弈了，不如今日来一局。子安遵命。